那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哎呀，哎，沈岩，妈呀，你们俩大半夜不睡觉在干嘛呢？沈岩，你要干啥去？吓死我！我口渴，我想找杯水喝。哎，沈岩，你那屋没蚊子吗？本来就没什么蚊子了，而且白天主动给了我一盒蚊香，反正点着它，有蚊子也被熏死了。又是张子栋。大平啊，坚持住啊！大平，把蚊子喂的精神头足足的啊，好对抗张子栋的化学武器啊！坚持啊！我倒没事，关键是蚊子不行了。蚊子怎么都不……没事，拿着去。哎呀，这蚊子怎么都不动了呢？怎么死了呢？撑死的。子栋，你要的咖啡我帮你煮好了，吃着。哎呀，谢谢刘护士。这个是那个巴西哈瓦那的狗屎咖啡豆，外加2.4克冰糖和250毫升牛奶冲制的吗？子栋，你真聪明，速溶的。我喜欢速溶咖啡呀、啊，最喜欢。沈岩呢？啊？怎么你那屋又有蚊子了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不过昨天子栋帮我打死了一只蜈蚣。啊！大平啊，大平，你能咱商量一下，你再帮我喂点蜈蚣呗。